下哈，这个翡翠的一个蛋面的界面哈，裸石，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？请见价。30万元。哎，也不错，对，太小了。你刚刚买它薄对吧？对，然后又形制还是很重要了哈，就是小，然后它的高度也差一点，然后又是长的。哎，其实他这样子挑，这样子买，说实在的，我也搞不太懂哎，为什么你会买这个10万，这个也买10万啊？你看颜色比较正啊，这个颜色比较正啊。可是这个要做起来，我讲给你听啊，这个东西要做起来，你看啊，这两个的，你觉得感觉，这个看起来感觉就没有上面那个来的阵仗来的大，这是第一点哈。啊，第二个呢，这个因为比较薄。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，它就会沉下去，有没有？看不掉。对，它比较不容易看得到，就是看起来就会更小颗。不过说实在，那个珠宝上如果拿了这两颗，我一定是没有办法选择。后来两个干脆就一起买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以为你都说，后来两个都没买。不会，因为这个就是大，但是我觉得颜色真的这个漂亮。嗯，是啊，小颗的那个还是漂亮一点，颜色哈。来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还要再看一颗更大颗的。这颗的颜色好像跟这颗的颜色有点相近哎，有点淡哦。嗯，这个比较浅，比较浅哎哈。啊，可是问题是它的浅又有浅的一个漂亮度，就是它有一点点透。你看，然后它有一点点淡雅的味道在了，有点像那个糖果。对，有点像糖果。好，我们来评估一下哈，这个翡翠的一个蛋面戒指呢，好厉害啊他们。好，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？请见价。40万元。哇。我跟你说，来，我们教观众朋友买这个玉石哈，买这蛋面的这两个颜色，永远你就记得电视上面的左边这一个。永远都是买这个，这个要比这个颜色要比这个好。我们说的翡翠的颜色就是这种颜色，啊，这个稍微轻一点了啊，要比这个再绿一点，然后深颜色要深到这样，这个就是太浅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浅的颜色，啊，绿的，可是偏了一点点黄色，啊，没有这个，这而且通常这种的这样子的绿的颜色，通常它的表面亮度都不会如这个这么亮。嗯，哦，都这个会比较亮，这样子好。所以现在借下来的话，真的是老婆她手上那一颗比较贵，对不对？嗯，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一颗吗？这一颗是多少？这一颗是80。八十。啊，你这一颗呢？这也是80。这一颗也是80，所以总共是有这两颗，大小差很多，但是颜色也差很多。哦，那老婆也是比较聪明，挑了一颗最漂亮的，哦。你看他那个最好的都拿出来自己做那个了啦，都拿出来做这个戒指。花龙哥，一般的民众的话，有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跑去瑞丽，然后窝上一晚以后，他可以买到不错的东西？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可是都是错的东西。还是要有人带。对，第一个要有人带路，但即便有人带路，你自己还是要会的。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，还是蛮危险的，我还是不建议。有，最近我们想要那个我们制作单位的工作人员想要去瑞丽一下。我们打算借用，我们现在打算借你的那个，借你的博士带我们去那边找货。没问题。上次在那边花了上千万，对，没问题。好，希望不会让我们赔钱这样子哈，要像那个许老板跟许太太这样子哈，有开心然后许老许太太托我大哥的福啊。哎，每天看你们的节目啊，以前对这个信心十足呢。嘿，好。啊，听你讲一讲啊，拿出来看一看，越看越失望。啊、你说什么？我问到你越来越失望了、啊。不是啦，我说这个那我问许先生，你现在今天这样子鉴定下来的话，有没有满意啦？有啦齁，所以你现在有信心了啦，对不对？他心中有强啦齁，没有被打击到，对不对？我心脏已经跟钢铁人一样啊，钢铁人一样，已经装电池了。好啦，好好保重哦齁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特别欢迎的就是陪你好时光的汪培。汪培你好，清姐好，社长好，你好。另外呢，汪培呢今天呢还带了他干妈妈过来。那干妈妈呢是叫做李妈妈，李妈妈你好，你好，妈妈你好，你好，你几岁啊？我80多了。哇，你精神可好哎。李妈妈，你已经80多岁啊？完全都看不出来，而且呢，告诉所有的那个老台北人，搞不好都认识李妈妈。
所以我今天不想，我都叫那个萧小姐给代表我，你们说不行啊，我都没有办法，所以就是，就好朋友那个女儿干女儿陪您过来，对，年纪大，面子不要哈，陪看，对啦，你不加岁啦，加岁啦，真的，来，我给各位看一下哈，那个林妈妈呢，今天呢，光是来上我们节目呢，她呢总价值呢就带了100万，当时的价值，我先问一下那个林妈妈，这约大约是在几年前？都是20多年，50多岁的时候嘛。50多岁的时候，那多所以已经是几年啦？大概20多、30年前，然后20、30年前就已经花了100万，100万那时候的话，20、30年前的话，在东区能不能买到房子？可以，差不多哦，可以嘛哈，可以买到。干妈，你刚好嫁汪培公，爱安那买物件哈。嗯，很少，他跟我女儿比较熟哦，所以你没有学到，我是跟他女儿比较熟。我觉得那个你看哦，那个有时候哈，那个干妈的那个智慧要稍微学一下。对，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来，汪培，我们首先来看你的东西啦。是，汪培，你带来的东西哈，我一看说啊，糟了，你这会不会被人家骗啦？来，他带了两个碗，汪培，你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碗怎么来的？要先说这两个碗之前，要先介绍这个东西，就是上这两片叶子上面有两个蝉，这是民国85年的时候，我跟我先生去中国大陆，那个时候大陆才刚开放，然后我们就去大陆玩，然后我们是参加旅行团，然后就带到一个地方就卖艺品的店，那我们整个团没有人买，没有任何人买，大家在那边喝茶，我们领队就很哀伤的语气跟大家说，你们真的是从台湾来的团吗？为什么你们都不买任何的东西？就开始有点很难过的说，我家里还有钱，还有家人要寄钱回去，然后我还要想存一点钱在读书。我跟我先听了就很感动，那想说那我们就加钱买一点东西，尽力来买好了，尽我们的能力，我们就买了一个，算是不错的，也是没把你们都关起来，没有，因为那个是第二步骤，第一步骤先哀兵政策，对哀兵政策，第二步骤呢就强势作为这样子。对，当时我就想说，因为我先生他就比较喜欢比较有点古意的那种感觉东西，就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。对，在民国85年的时候，这个当时以人民币折合台币大约是20000块钱。好，这是第一天。那第二天呢，又带我们到艺品店去了，然后呢，全团还是没有人买，那领那个地陪眼神又看着我跟我先生，我就说那我们最后一次再买，所以我就买了两个碗，就花了钱买了这个两个碗，是这样子来的，这是第二天买的，这是一同一个行程里面出现的东西，对，就是锦绣中华深圳汪培的老公呢是我们的这个历史作家，对，于老师。那所以呢，他对于这些中华的古文物应该很喜欢，就情有独钟啦。所以他有跟你讲说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？但是都没有说啊，你们这样敢买啊？他的这一个碗底这个地方呢是应该是没有抛光的，然后呢另外这个面向的话，哇，很亮，有没有看到？很亮，阿表真亮哦，阿表边啊这边啦，真金啦哈，啊这个是5000了。两折合台币，对。那你们就小心翼翼从那个深圳那边这样子把它带回来。对，那时候刚好周星驰的电影也很流行嘛。对。后来跟我先生开玩笑，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个碗写反清，一个碗写复明。有吗？没有啦。又是清朝。吓死我了！开玩笑的。你那个不是那个谁的电影吗？哈，周星驰的电影，反清复明。可是这个材质有点像我之前去那个敦煌的时候，五味张仪酒泉那个酒泉那个月光杯。也是有点像这种材质，没有特别考虑，好，来，单纯喜欢，对。好，来，我们请汪伦哥帮我们评估一下哈，这两个碗呢，两个哈，两个一。哎，汪伦哥，还是这个是花比较多钱哟，这个花比较多钱，大概台币20000。汪伦哥，我们一起好了，人家爱心看能不能回来哈，连这个哈，你说连那个，我们就弄东西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一起估价啦，价格啦哈，来那个。汪培，您拿着，好，我们一起估价哈。来，估完价以后呢，再帮我们拆开来哈。好，这是汪培呢去中国大陆旅游的时候呢所买的哈。这总共呢，一个呢是翡翠，另外呢是两个这个玉碗，总共花了25000。目前上行情价是多少？请见价，12000元。OK 啦。就是两个碗加这个，我觉得对，就是少，我跟你说算了啦，这两个。一个5000块啊，这么贵啊！嗯，这个一万啊，对，这两个10000块啊，这个不就假的？不，那个就是2000块，这样子你拿起来，你把它拿起来，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好看？
这个叫做工艺品，嗯，这个就是现在的工艺品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他刚刚说的酒泉的夜光杯一样的，同样的材料叫做酒泉玉，也就是蛇纹石啦。蛇纹石这种不是，这是蛇纹石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因为它可以做的那么薄，你看我的手哈，影子你都可以看到，透光的，对，它是透光的。这个你如果用一根那个灯打下去，它旁边是很漂亮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可是你看这个呢，实在是一个。很糟糕的材料，对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材料，这个根本就是比边角料还边角料的东西，你知道，那不透明，没有什么颜色，那颜色又是灰的、黑的，很糟糕，脏脏的啊。这个还你还跟人家买多少？2万？2万哦，算了啦，他已经回大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有时候做做人情，你看，所以整团的人没有人消费，对不对？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李妈妈，李妈妈比较会买东西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李妈妈呢，来，李妈妈很厉害哦。好，来给各位看一下哈，我手上拿的呢这一颗呢是一颗方钻，而且呢这样子方钻的切割方式的话，我们好像节目里面好像还没有看到哈。这个叫做祖母绿切割，祖母绿切割，祖母绿切割，这个是祖母绿切割，来，所以它上面的话是这样子平的哈。好，我先告诉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手上拿的这一颗钻石呢，已经放了多久了？嗯，也是快30年吧。好，几乎已经有30年的时间哈。当初这一颗方钻买入的价格呢，就已经高达了100万台币，大概约100万。已经放了30年，大家要知道哈，30年前100万的话呢，在东区买一间小套房应该 OK 的，有了，应该是有的哈，没有问题。是很笨的哈。好，来，如果100万当初买了一个小套房的话，现在可能会变1000万。李妈妈，你这颗方钻有没有可能变1000万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事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评估一下哈，我们就讲那个裸石哦哈，我们看那个裸石哈。好，这个呢是3克拉的一个方钻，当初买入价格呢是买在100万，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？请见价。